开始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启倩的宿舍。今天我给他做饭。平常启倩给我做饭，可是因为他觉得我不会做饭，他常常笑我。我在厨房里，我只可以洗碗，吃完饭以后只可以洗碗。Mirce 他们呢，就是汉学系的同学都笑我不会做饭，我妹妹也他们也说我不会做饭，所以今天我证明我自己做的菜很好吃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吃鸡肉啊，这是我们的蔬菜，我不知道有什么，有很多蔬菜，啊，在这里我也会炸薯条。过几分钟就可以了，你不用笑，如果你明天还见得到我们的话，就是说我做的饭是人吃的，可以吃的，谢谢，再见。